快走回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摔了一跤，明天就会出院。你伤在哪里？伤在我的右脚，现在走路暂时需要靠拐杖。你怎么不跟我联络？你知不知道我去到你家，保安员告诉我你被救护车送进来的时候，我也很担心啊。你有你的事要忙吗？我想打扰你。再说我这个病，身体随时都会失去平衡的。哇，没事，你看，我自己都会打个电话叫救护车。你说的倒轻松，幸好这次伤到的是脚，或伤到头怎么办？弟弟，你的电话。我答应你。诺，电话。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，好好的保持我。我想你的电话。可以了吧？